沈燕说陆总有未婚妻，而且现在就在陆总家。什么？未婚妻？你怎么了？怎么，不欢迎我啊？是谁来了？《针锋上的》总编，岑薇。嗨。 我是尹维，陆总好福气啊，找了这么年轻漂亮的女朋友。哦，不对，是未婚妻。你也很漂亮啊。对了，我做了晚餐，要一起吃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方便聊几句吗？出去聊吧。好吧，那就出去聊。 我等你。紫薇，有些事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。是啊，你是没办法跟我解释，毕竟嘛，我们两个只是普通朋友。好啊，那你去找沈嫣解释，解释一下你们家这位未婚妻哪里跑出来的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不知道就可以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吗？ 不知道就可以撇清关系吗？你们两个都住一起了？哎，那你把沈燕当什么？情人？第三者？我跟沈燕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什么不是我想的那样？我都看到你们俩接吻了。以前啊，我真觉得你是个好男人。 绅士、风趣、有内涵，原来你都是装出来的。今天我算是看清你，你比王海明更过分。你们这种男人的心里我最了解了，不就想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吗？想让沈嫣无条件接受你，家外有家，是不是？真是让人恶心，很恶心。贝贝，别说了。 你可以跟他解释了，说呀，你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？别说了，走吧。别说什么呀，他都这样了，你就这么心甘情愿啊？沈燕，对不起。走吧。我告诉你，以后离我们家沈燕远点儿。别拉我，还没跟他说完呢，过分啊！真没想到，原来他是个渣男。 吃过一次亏了，怎么还不长教训？薇薇，谢谢你。嗯，你也别谢我，我也不只是为了你，只是为民除害而已。你就别硬撑着了。我们两个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不能为了一个男人就翻脸啊。反正我现在。 已经打算原谅你了。那你还记得那句话吗？记得啊。没有靠谱的男人，只有永远的闺蜜。所以我们是一辈子的好闺蜜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谢谢你。我们两个。 要不离不弃，嗯，来，喝酒，干了这杯沙瓦酒，以后所有的不愉快全忘掉，只记得我的好。哇，这酒这么好喝啊！